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说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因此我们要宣告你的平安，留在新冠肺炎的病患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医护人员身上，他们就不致丧胆，不忧愁，也不胆怯，拥有属天的喜乐与盼望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